1996年的时候，我是以政治人物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了韩国。第二次访问韩国，1997年，刚好目睹了韩国的大统领选举，也在那个时刻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韩国称之为叫做国耻日。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韩国人，他们的财产缩水为三分之一，那是韩国人在过去这50年来，除了韩战之外，人生的最低谷底。没有想到经过13年后，我们看到韩国的国家虽然他历经了好几任的大统领，甚至有一位大统领卢武铉跳崖自杀，可是这个国家它的蓬勃的发展，它的整个国家机器一直没有停止。韩国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我从这13、14年来一路一路的看的每一任的大统领所立下的每一个不同的基础，包括从金泳三时代所立创的文化产业政策，从金大中时代所希望能够发展的以韩国为主的优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整个数位韩国的整个方向，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完成。然后接着是清溪川，接着就是我们刚才为大家所特别介绍的汉江大复兴。以我们刚才所报道的汉江大复兴计划来看，它有好几个卫星城里头希望得到的国际建筑，他们可以补贴国际建筑师，还没有得到竞图，就补贴每一个你愿意来投的，我就补贴你100万美元。这除了需要政治人物领导者的眼光之外，恐怕也跟人民的水平是有关系。在台湾，如果有政治领导者想这么做，恐怕舆论跟一般的老百姓未必有相同的水平跟相同的眼光，他恐怕自己也没有办法做成。我们今天看到大首尔的整个专题，看过韩国的改变，像我这样的年龄走访韩国数次，眼看着韩国一步一步的超越我们，从国民所得超越我们，从首都的建设超越我们，从一切在国际的地位里头，包括各种3C产品跟自制品牌超越了台湾，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特别为大家整理5年前我个人亲自访问首尔的时刻，跟现在我们看到他们逐梦如何让自己成为变成数位媒体大国，它的成功过程。踏入韩国土地的第一刻，就可以体会到自己进入了一个 IT 科技大国。强大的电脑运算能力让旅客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出入通关。机场里大面板的触控萤幕可以解决你食衣住行娱乐的一切疑难。一按，他就告诉你怎么去了。특히첨단 IT 생명공학기술을접목해유비쿼터스공항을구현하고있는인천공항에不论政府民间 ，Ubiquitous 朗朗上口。2004年2月，韩国开始推行优化政策，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利用任何装置都可联网，实现资讯自由流通分享，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首尔火车站前的公车专用道，赢得3项国际设计大奖肯定的候车亭 ，LED 萤幕不停变换更新资讯，明亮通透，十足科技感。大型触控式萤幕可以提供 iPad 一样丰富的多媒体讯息。游客如织的人丝洞，商场里的墙面嵌入一具装置，上面标记着 U-Soul。游客可以用影像记录当下的心情，借由电子邮件发送出去，只要打开信箱 ，You've got mail。难忘的回忆就此留存。大马路上的旅游资讯中心再次体现网络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交通、观光、购物、消费的各种讯息，在萤幕上指指点点就得到答案。4种语言选项，不懂韩文也没关系。就连保存古迹文物的博物馆，也用各种新颖有趣的互动电脑科技，让原本枯燥的历史变得有趣鲜活。5年前，文茜的《世界周报》采访韩国，就对他们发展 IT 网络的企图心印象深刻。银行、汉真木、三温暖、餐厅的招牌到处都是 .com， 连警察局也有网址。无纸化的国会，每个议员座位都设置电脑，质询资料、记名投票一清二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狂袭韩国，大量失业上班族无奈地窝在网咖。意外促成韩国游戏产业的兴盛，金大中全力投注数位时代的基础建设，喊出 Cyber Korea。
We have the world highest penetration rate in broadband, the using people having access to broadband, 75% of population. 现在南韩家庭宽频普及率超过95%，仍然世界第一。문이열렸습니다。当时在首尔未来生活馆里预告着日后的生活形态，不论电视的预录功能、智能冰箱的贴心设计、利用电视消费购物，或是通勤的路线规划预告等，看似遥远的愿景，现在已经一一实现。未来生活馆或是为了治理清溪川留下完整记录的文化馆，再再都说明首尔主政者何等重视和市民的沟通，借由各种文献影像或电脑动画与民众对话达成理解，进而支持施政的目标。这一次我们来到被包覆住改建中的市政厅一楼，特别开辟出来的空间里，展出未来新建筑承诺的愿景，包括如何和旧市政厅融为一体，新市政大楼的功能设计特色以及当初竣图过程都有完整详细的描绘。2011년서울시청이새롭게태어납니다。全新打造的重化特区数位媒体城，一个超大型的工地能够成为景点，7.2公里长的艺术围篱当然居首功，宣传馆也是观光客必到之处。完整介绍前身是乐色山的历史、地理背景，未来在数位媒体城里全面优化的生活服务设施，也都以实物模型说明。宣传短片更是采用先进的 3D 影像呈现。作为设计之都核心概念的东大门设计广场和公园，不例外的也设置了宣传馆，巨细靡遗的展示设计的理念细节。场馆建筑使用的各类型建材，节能的采光、太阳能规划，都以实物或模型做最清楚的介绍。登上顶楼，整个建筑工地更是一览无遗。现在呢，我们的位置，然后前面看到这一个还没完成的这个建筑物的话呢，可以进行了28%到30%左右。流经首尔核心的清溪川，溪水潺潺，始终伴随着喧腾的人声，城市治理水岸复兴的经典之作，执政者视野、决心与执行力的不易典范。各国政治人物、市政官员取经借镜者络绎于途。文茜的世界周报最先完整引介。5年后，我们再度亲见首尔不断设定高标、放眼欧洲城市文明复兴的历程，开展更具野心的汉江复兴，用一世代做时间纵深，擘画出宽广深邃却又细腻人性的蓝图愿景。这就是我们最可敬又可怕的对手。